你怎么能说动手就动手？那可是你弟弟，看什么看？不服气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以后把所有的精力都给我放在训练上，少跟我整事儿。再整事儿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走，走啊你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行了，我要疼死了，我要去医院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哥呀，现在意识还不太适应你这个新弟弟。 不过这事儿也怪我，和他没沟通好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保证，从今以后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。以后你们好好相处，听见没？大叔，那我这一拳白打了。你刚才喊我儿子，这事儿怎么算？我那是喊吗？我那是念，念跟喊不一样，知道吗？文盲。废话，真的。 哎，我弟弟怎么说话呢？以后可就是意向了。就是。哎，这孩子现在意识还接受不了。那我也不能接受啊。这个能接受。喂。 哦，我以后不送了。喂，喂，你信号不好吗？听不见吗？我说我以后不送外卖了。声音能不能小点？我说了，我以后不送外卖了。刚才说过了，你没听见吗？你别给我打电话了，行吧？啊，你给我出去！ 我知道了，滚！好了，哥。 以后就住在这里，和你哥哥好好相处。后面的事情，我就全靠你了。后面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你放心，这件事对你也有好处。大叔，要不您先把定金付了呗。 这么大的房子，都能装下几座大象了吧？哇，这么多奖杯啊，都是你的吗？邵逸优在2019年射击竞赛第四区竞赛大会第二项目获得第一名。别动，哥，你怎么这么凶啊？我们是一家人啊，我住哪间屋啊？ 哎，哥，我住哪间房啊？穿什么穿？别别别！
你凭什么把我插头啊？凭我看不惯。哥哥，这就是你不对了吧？咱们俩聊聊吧。我是你弟弟对吧？这屋也是我住对吧？你一声不吭的就拔了我插头，这是不是你不对啊？还有，爸也说了，让我们俩好好相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这眼神这么凶，这是不是也是你不对了？再说，爸的性格我是了解的。 他要是知道，谁可以一个爸的？他什么时候找到你的？一个月以前，才认识一个月，你就敢说了解他？那肯定没有哥你了解啊！哎，别动！他吵到我了。你没完了是吧？你信不信我今天？是啊。邵雨，我看你今天手枪打得不错。 敢不敢和我正面较量一下，看看我俩谁比较快？我全世界都恋爱，我会向着微光，用尽全力追赶。 站在对岸。